节快乐！我是 Dennis， 欢迎来到第23届流行音乐金曲奖的星光大道，现场来了20万人，听听看尖叫声。所以在你吃粽子的同时呢，将会有大量的明星运到我们星光大道。今天负责波节重任的就是现代 Hyundai Elantra， 它可是北美风云车，看它完美的身体线条，今天将会衬起所有明星的风采。当然说香车一定有美人 Dance Partner， 又聪明又美丽，她是杨千霈。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千霈。今年的金曲奖呢，一共有10000多件的作品参赛，最后出现了120名的作品，要来角逐24个奖项。所以说呢，可以说是每一位参赛者、入围者都是来势汹汹、气势非凡。到底奖落谁家呢？待会就会知道了。不过一年一度的星光大道也全部都是我们全华人最瞩目的焦点，有好多的大明星、音乐人会步上我们的星光大道。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台视频道以及网。路上的 YouTube 会直播。好的，那虽然现在下起了倾盆大雨，不过完全浇不熄我们对音乐的热情。好的，再一次的感谢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一年一度的金曲盛会。马上来看看第一组要步入我们红地毯的嘉宾会是谁呢？首先乘坐我们豪华礼车进场的就是我们的颁奖典礼主持人黄子佼，甜心。黄子佼多年来累积对流行音乐的敏感度，而有音乐宝库的称号。而歌手出身的甜心在获得了金钟影后之后呢，再度踏上星光大道，两个人的天皇组合相信一定是默契十足。今天晚上也会担任掌控典礼流畅的最佳主角，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请大家拭目以待。现场朋友借你的尖叫声欢迎甜心黄子佼。这时候再看星光大道有谁呢？好的，接下来即将要踏上星光大道的就是超级天后莫文蔚 Karen， 曾经入围了有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高达6次之多哦。去年更是以《宝贝》专辑第二次夺得了金曲歌后的殊荣，并且她在颁奖时呢，也大方的公布了喜讯，今年再度踏上了星光大道，多了个幸福人妻的身份。我们欢迎 Karen。这时候两位主持人已经来到舞台前面了，马上欢迎焦哥还有天心。焦哥，焦哥，你主持过那么多个活动，那么多音乐盛事，这是你第一次主持金曲奖，会用什么样的风格来呈现呢？今天的风格就是热闹当中带着感动啊，所以你看看老天爷都落泪了，因为当中会有很多段的表演，连我自己彩排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动，都快要这个泪眼盈眶了。所以今天会是一个开心，但是又带着一点怀念的一个氛围。实在太期待了。好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天心总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引领流行。今天你的这身打扮一定要好好让全华人都看得到。我们是走在时代的尾端的。没有啦，女神嘛，转一圈，哇哦！所以想要请问一下，这次在典礼里面会有什么样带来精彩的一些演出，或是你的装扮吗？是的，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盛会呢，我们主持人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要控制好时间，因为我们已经答应了媒体说，如果超时要拖这件事情。对，拖一件。对，真的要拖哦，真的拖哦，焦哥拖。好 ，But anyway， 但是感触很多啊。以前我们做星光的时候，哪有电视啊？我们都大字报。你们好幸福啊！走在时代的尖端，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场子交给天心跟黄子佼了。谢谢。这个时候再看星光大道，我们看到少尼奥出现了。是的，现在踏上星光大道的是唱出台湾族女性坚韧生命力的少尼奥九分乐芬。她以《听女人的声音》专辑入围了最佳原住民歌手奖以及最佳原住民专辑奖。透过少尼奥她温柔婉约的嗓音，在专辑中也可以听见台湾族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里面扮演的角色还有心境。今天和她的家人一起踏上红毯，共享这份荣耀。现在把时间欢迎莫文蔚，欢迎 Karen。哇，马上现场转一身。莫文蔚，你现在跟基努里维在感戏之中，特别请假来了。这次的表演，你也是舞台总监，可以偷偷预告一下待会精彩表演的内容吗？这次是一个组曲，一段跳舞的表演，然后是要呈现不同年代的一些diva。
的一些作品，从30年代一直唱到现在的不同的歌曲，太期待了。对，那当然 Karen 也是去年的金曲歌后，对不对？在心目中也要传承你的这个歌后的这个棒子，有没有特别觉得可以主意给谁的？哎呀，很难选啊，这个交给评审好了。好，这个难题我们就不为难你了，谢谢孟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谢谢。谢谢 Karen， 林面晴今天也是穿着一袭金色的洋装，要来参与我们的金曲盛会。这首《星光大道》是以《受宠若惊》专辑入围最佳专辑包装的赖嘉伟，《受宠若惊》专辑的主唱法兰呢也来到现场了。七年级生赖嘉伟大胆的白与黑的设计，完美凸显《受宠若惊》的摇滚电器元素。好的，在我身旁的这位是邵宁瑶，想要赶快来请教一下，因为其实这一次的金曲奖原住民入围的音乐相当的多元，譬如说有所谓的阿美族的古调啦，或是敲击乐，又或者是泰雅族的诗词音乐，不晓得您想要传达排湾族怎么样不同的声音给所有的朋友呢？哦，排湾族是一个具有相当有艺术气息的一个民族，那因为它有带一种坚韧的音乐啊，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元很丰富的想要把就是尤其是像女人这样的心声，女人的细腻的一面，就是想分享出来。太棒了，预祝你可以顺利拿奖，谢谢。谢谢你来这边请，谢谢你盛装打扮出席，而且今天有很多的家人陪同他一起踏上红毯。好的，接下来踏上红地毯的是以河浪专辑入围本届最佳客语专辑奖的山狗大后生乐团。山狗大后生乐团的音乐不但表现出了客家歌谣的美丽，也唱出浪漫的故事，同时将传统的歌谣重新编曲，企图让大家可以听见年轻与多元的客家文化音乐。前辈看到了赖嘉伟还有法兰来到现场啦。好的，要请问一下嘉伟，其实年纪轻轻就入围这次最佳专辑包装奖，而且和这么多优秀的前辈一起入围，小小的八卦一下哈，您之前也是萧清扬老师工作室的设计助理，对不对？从合作的这样的伙伴到现在在同一个奖项竞争，这个身份上的转变，您的心情是怎么样呢？就是非常受宠若惊，那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对。非常害怕。恭喜赖嘉伟可以入围，谢谢法兰好音乐才能激荡出赖嘉伟的创意，继续加油，谢谢两位盛装出席，谢谢。好的，这个时候星光大道有栾克勇和苏米恩呢。接下来踏上星光大道是栾克勇以及苏米恩。栾克勇去年一举拿下了最佳客语歌手奖，还有最佳客语专辑两项大奖。至于苏米恩呢，同样也是在去年的金曲奖大放异彩，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的专辑奖。今天两位会原客一家亲，携手带来精彩的表演。千佩，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严志文团长啊？严团长想请问一下，山狗大乐团跟山狗大后生乐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您想要传达所谓的多元化的客家音乐类型呢？是，山狗大是原始团啊，就是1997年就成立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是后生团，就是年轻的团队。对，是2008年才真正成立的。新旧的融合。对，没错。好，所以就是山狗大的2.0版，希望继续来发扬光大。谢谢山狗大后生乐团，谢谢。这边请，谢谢。请看星光大道是 Alin and Forever。马上呢要踏上星光大道是天生歌姬阿令，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以我们会更好的专辑第三次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和阿令一起走在红地毯上是他的小师弟 Forever。 好的，现在在千佩两旁的呢就是我们去年的金曲奖得主，两位今天要带来原客一家亲，就是所谓的原住民文化以及客家文化，可不可以先事先稍微小小的透露一下这一次的表演亮点在哪里呢？栾克勇先。这次表演呢，我们结合了客家跟原住民，我觉得台湾就是族群就是共同一家嘛，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语言凑在一起，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刚刚在开玩笑说，我跟苏明讲说，我们两个啊很像那个年轻版的新宝岛康乐队。有，各有所长。苏明呢？苏明，我很紧张啊。
希望待会会有很好的表现给大家。署名为了发新专辑，脸都小了。有有有有，第二张创作专辑。谢谢两位盛装出席，期待各位的表演。谢谢，请看星光大道。紧接着踏上星光大道的是以《因爱诶童年》入围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阿密斯嘎根乐团。阿密斯喜欢唱歌跳舞的民族，现在进场他们也带来精彩的表演，正展现出阿美族豪迈、充满欢乐以及感恩的天性哦。现场欢迎 Aline and Forever。哇、，Aline 这一次呢也要来角逐最佳女歌手的奖项。听说妈妈为了要帮你祈福，好像要准备一个特别的阿美族的鼓礼，是不是？可不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就是帮我，就是用一个，他今天我出门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很漂亮的花，然后撒在我的头上，就圣水嘛，然后就是祈福我可以把就是厄运解扫开，扫开。然后爸爸还拿毛巾帮我擦脸，就觉得好温馨哦。阿令，你哪有厄运？你入围已经是极好运了。这边也谢谢你，听说很久没有吃饱饭了吼，瘦五公斤哎，可以转移。去看看你瘦身的成果吗？哇哦，大家看一下里面睡不睡 Forever。那这边谢谢阿丽，还有 Forever 陪同一起出席，也祝你预祝可以拿到你梦寐以求的奖项。来，五位这边请，谢谢。星光大道上是谁呢？哇，这厉害了！可是以反光体入围的李星云，还有侯永光。横跨演奏流行音乐还有电影配乐的创作的李星云，曾经获得第十九届金曲奖演奏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今年也再度入围了。反光体的小提琴手侯永光则以不同两首曲目入围了演奏类的最佳作曲人奖。千沛，我们这边出现了一支军队。对，这是一个打击乐团，嘎根乐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嘎根乐团呢是用过这个敲打的乐器，要来传达阿美族的传统文化。我想要请问一下团长，听说嘎根乐团这个嘎根就是一个乐器的意思，它背后是代表怎么样一个传承的意义和文化故事呢？我们要报喜，所以嘎根是一个报喜的工具，早期在马兰部落里面很盛传。可是因为时代变迁，所以嘎更已经不在。不过嘎更乐团存在，报喜就永远存在。感谢这一次我们能够入围最佳原住民专辑奖，感谢盛华，感谢我们的制作群。对，今天有很多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到现场，是不是可以用最特别的一个方式来为大家加油打气一下？好，我们大家靠紧一点好不好？来，我们靠过来、哦。嘎更乐团，靠过来哦。好，我们一二三，帮自己加油一下好不好？嘎哥，伊拉嘎哥，再次了！伊拉盛华，再次了！伊拉钟汉，再次了！伊拉阿丽，再次了！伊拉世瑶，再次了！好的，谢谢我们的团长以及嘎哥，谢谢嘎哥乐团，谢谢。幸运得大奖，来里面请。这时候，星云老师还有侯老师来到舞台上面了。那侯老师可是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还有星云老师也是金曲奖的常客，金马奖也是常客喽。好，我们再过来一点点。那这次两位撞击出全新的火花，分享一下这次灿烂的火花好不好？好，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入围这个奖项。那我发现，现场有非常多非常多很棒的音乐人在一起，对，我非常高兴，恭逢其会，谢谢。那星云老师呢？对我来说，这次我是侯老师的制作人，所以我非常开心，就是我们的专辑呢也提名了很多项，然后最佳作曲、最佳专辑，所以我今天是抱着为他加油的心态来的。是两位的合作，真的是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的耳福。侯老师一个人就入围了两次，命中率超高的。好，23届流行音乐金曲奖星光大道，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